也是感恩白衣天使努力付出的日子。护理师是支援医疗体系稳定的力量，也是维护国人健康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有他们的辛苦付出，才能持续守护大家的健康。来进行颁奖，颁奖，颁发108年度优良护理人员奖。上台授奖，洪丹护理师服务于新竹卫生所任护理师一职7年15年，在岛上只有一名护理人力之下，执行24小时紧急医疗服务，如遇有社区辗转行动不便，皆主动协助。得奖的是北干卫生所刘山护理师，恭请刘县长颁奖，请刘山护理师上台授奖。刘山护理师于86年迄今于北干卫生所服务，至今已达21年，于北干卫生所担任护理师一职，工作太多认真负责，被病患服务亲切，有事必留心，深获北干乡亲赞许及肯定。那我们特别在今天晚上举办护理师节的庆祝餐会啊，那来慰勉啊所有医护同仁们的辛苦啊，那服务我们的乡亲，服务我们的病患。那另外我也要感谢所有我们地区的护理师，一年的辛劳啊，为乡亲的健康，为病患的服务啊，提供专业热情的服务啊，带动各行各业心心相连，地区的各项建设，不管是交通、产业，像我们的新开大楼，像我们的马祖大桥，像我们的机场改善，像我们的体育馆，像我们的餐饮厅，酒厂的扩建，来自于我们北干卫生所及社子大桥，社子大楼、大桥的新建啊。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在这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乡亲能够健康，乡亲能够感受到幸福。所以说，所有县政的工作，最核心、最根本的工作，就是乡亲的健康。那要照顾好乡亲的健康啊，那我们医护同仁就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要勤勉所有的医护同仁，我们要继续的努力，不断的协助，不断的学习，带动地方的医学的进步，促进乡亲的健康。在这工作之中啊，我们护理同仁一直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是临床的护理工作，乃至于护理行政、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传染病防治等等。我虽然说是离开医院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我回想起在医院服务的时光，我仍然感到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有成就感。所以说，医疗工作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非常有成就感、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工作。那我期许我们护理同仁要维持这个热忱。社会福利等等，都需要我们的护理同仁，乃至于我们所有医护同仁继续努力之中。期许我所有同仁在今天护理时间的前夕，你们要继续的努力，再接再厉，大家说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掌声谢谢刘县长。我们乡亲有你们真好，县长。领导的执政团队对我们乡亲的照顾，尤其是你们感同身受，都看得到。在这边不浪费太多的时间，祝福大家假期快乐！谢谢你们对地方的支持，感谢，谢谢，谢谢曹议员。护士节快乐！感恩，掌声谢谢乡长。最后。恭喜本局谢局长致辞。
我们之前啊，在急性疾病的部分呢，我们整个医疗都是一个团队。那现在基于我们的频率越来越长呢，所以在无论是亚急性的，甚至是慢性的疾病，长期照顾，大家可以发现啊，我们护理师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无论公共托运，都可以看到我们护理师的辛苦的身影。所以，未来真是整个医疗照顾呢，真的是都要在请我们亲爱的护理师同仁要多费心来好不间断来照顾我们身体的健康。那在这边请祝这个佳节祝大家身体健康，回家平安。谢谢。掌声谢谢局长。在这边特别感谢县长以及乡长致赠本活动加菜金。春节快乐！谢谢大家。